三二一，来，宝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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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里？宝妮，宝妮，哎，珊珊终于又来迟了。我跟你讲，等一下，来迟。对，我跟你讲，只有我们看到不行啊，摄影大哥已经帮我们，已经帮我们，已经帮我们，把我们准备好了。对对对，英雄到底如何登场？我们等下来看一下，膀胱无力的英雄。导播姐可以那个先 po 一下那个摄影大哥那边的画面，没有问题。对，我们这一个转播的，我们这一个转播的一个，好的，今天大家看到的是麦卡贝摄影棚的门口，我们现在就在等待宝妮洪承伟小姐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回到我们节目现场，还要把电动门拉关起来，等下整个安定。他路上遇到非常多老太太，摄影大哥好聪明，冲的超快。哎呦，关起来了！好的，接着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宝妮洪承伟小姐到底什么时候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洪承伟，洪承伟小姐，他的粉丝，他粉丝团，他粉丝团的本名就是洪承伟啊，他也讲过啊，节目上讲过啊，对啊，节目上也讲过啊，而且第一集就是你，对啊，我完全，蛋姐我来亏嘛，对，好，我们现在派我们的独立特派员去看一下洪承伟小姐到底。啊，是的，现在这里是独立外派特派员哦。现在我们目前为止看到的，洪承伟小姐目前还没有到我们的录影现场。她资料非常的多哈，她在那个录影前三十秒才匆匆忙忙的赶去厕所，我们等一下可以看一下。哎，你套头吧。不要，我还没输啊！等等，我刚才也不是醉，也不是醉输，我没输吗？你为什么我要套啊？你套头吧。好的，请问独立特派员，你现在有看到什么东西吗？是的，什么都没有。啊，回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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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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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是按哪个键？哇，独立到现在还不知道按哪个键？你都来多久了？欢迎宝妮回来。好棒哦！以后谁迟到，我们再来做外景节目。我跟你讲，下一个一定吃丁。什么情况啊？什么情况？手上四包饼干。我的刀。我的刀呢？什么东西？很搞笑啊！接下来玩什么？我们要玩那个啊，超级保姆 ，Baby Bruce。好了，我来看一下，等一下，超级保姆，哎，只要念一下那个他的稿子。就是宝妮，就宝妮念吧。我还是拽的。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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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妮念好了。不要念错歌。Baby。卡痰卡痰吗？卡痰吗？倒痰。好啦，照顾一个可爱的宝宝，照顾一个可爱宝宝就是可能有很多的挑战性哦，更何况是一次照顾五个的时候。有人使劲吃奶的力气逗他们嚎啕大哭，这肯定天下大乱。你让宝宝保持心理愉悦吗？还是这场混乱失控中就会沮丧忧郁的宝宝呢？我要讲一下，让我讲一下，让我讲一下。宝妮在每一行都会少一到两个字，然后意思就会变得很奇怪。没有没有没有，绿果不能这样讲，每一行他都有一到两个字，看不懂吗？不是，他都是比方说的，或是有，或是什么东西少，然后就变成宝宝吃奶力气，逗弄他们嚎啕大哭了。然后我再看一次 round 来发现，等一下，宝妮真的去跑趴是不是？好喽，好喽，各位小朋友坐好喽，宝妮姐姐要讲故事喽，开始。为什么宝妮姐姐要这样讲？那我们要开箱好吗？开箱喽，来看一下，叫什么 Baby Blues 哦 ，Baby Blues， 然后它的外盒很可爱，然后旁边一样给大家参考，它是八寸以上，两到四个人30分钟，然后后面有盒子一样有中文，然后有一些警告标语跟制作厂商等等的一些。好，再来就打开。咚咚咚咚咚。你跟刚刚一样，其实就是两张说明书啦。是。两张说明书，中文、英文啊，只是牌比较多。我操，那么帅。就怕哎，就怕哎。你好生气哦，以后一定会打小孩。
但是他牌其实就是比刚刚那一组多，哎，多了一点，多一些。因为我看他上面有写是总共110张，好多哦，总共110张牌这样。然后我也不知道什么，有功能牌吗？嗯，好像有分哦。他写说行动牌、开金婴儿牌、焦虑婴儿牌，总共三种牌。对对，总共三种牌在这么多里面。焦虑婴儿，焦虑婴儿，对，婴儿也会焦虑吗？好可怜，婴儿叫焦虑的。好，这个对，大概这么厚，所以110张牌。啊，它可以放在一起吗？是一起的吗？那是一样的吧？它有两叠，对。这样好，好不好？对，开箱就是这样，非常的非常的简单， okay. 非常非常的简单。来，要拍照留念的，请现在。好，要拍照留念的，请现在。这个时候那是眼睛。OK， 好，这一组。我觉得它还算蛮轻便的一组，对，算是简单的游戏。然后呢，这个在游戏开始之前要先问大家，不过大家应该都是刚刚已经问过了嘛，都没有人有小孩，所以呢，今天让有机会让大家来体验一下。不过呢，因为这个游戏是四个人玩，所以我们要稍微分个组，好，我们让两两一组，然后他们共同来决定。那平常是四个人玩而已啦，是 OK。那我们怎么分组呢？那我们就利用这个牌好了。嗯，好，那我们就叫一二三嘛。嗯，等一下抽到一二三的人就是，好像那就二三四。对对。两两一组，那就是两个人不能玩的。没有啊，两两一组就是刚好三组，分成三组，大家都可以玩的。我们已经有六个人。对。你看，放一起二到四个，六个人可以玩。这样子好像没有，就是等于说我们两个人变成一个人，总共有三组。对，我们用一样的颜色。我知道你不想跟独鱼一组，可是你不可以就是。不是啊，这位超棒的，我一定会赢。好，我们先不看上面功能牌，我们先简单的分个组就好了。好。OK。抽抽抽抽抽抽抽。好，红队是谁？我是绿队。绿队，绿狗。我们跟你一组，完全不需要换位置。我的天啊！哎呀，刚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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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救命啊！加油！对，哦，黑龙救命啊！加油加油加油！我可以的，我觉得我不行了。那再来的话呢？好，这个游戏一开始每个人会有0、1、2、3、4五个宝宝。好，五个宝宝，五个宝宝。那谁啊？谁？嘿。因为你是保姆，是人家托管的，好，而且它有四个颜色啦。那因为我们看，有没有你们要挑颜色吗？还是我们要绿色？你要绿哦，你们叫绿色嘛？绿狗就是绿色，没错，没有错啦。好，那没有橘色，有粉红色。那粉红色，你要粉红色是不是？那我们娇嗔少女，蓝色、黄色，娇嗔旋律。对，那你是什么？你选黄色啊？好，我也选黄色，那我们就黄色。小心啊，小心，这家伙我会跑花。大家很强啊，很强，超强啊！好，那我们是同一个这个叫做，保姆中心，就是照顾小孩的地方。但是我们现在是三个保姆，是，那我们每个人要顾五个小孩。但是呢，我们其实彼此之间呢都有一些嫌隙，所以我们会害别人的小孩哭。所以呢，家长来的时候看到别人的小孩哭的时候就不高兴，就那个 lose your job， 职场好黑暗哦，我的天啊！问这个思路就这样。来，绿色呢，这零一二三四呢，有可能会最后面代表你的分数。OK， 那其实我们是粉红色。对不起，讲太顺。好，那我们会把五个小孩呢放这样子，那我们可以讨论一下。因为我们翻过来，这个牌翻过来，它的背面就是小孩，可爱的小孩。所以零一二三四呢，就是我们自己决定你要用什么样的顺序放在场中央。好，因为这是你的分数，比如说你的四分的小孩哭了，就他家里比较有钱啊。对，这个小孩哭了，那你就比较惨一点。对，他刚刚有病，他刚刚说，你看那小孩有内内。OK， 所以五张牌它就是你随意的放，你看你想怎么放。那基本上呢会有一点点影响到，但是你们可以就是一个猜别人四分可能会放哪边的心理。好，
所以呢，我们现在五张牌先放在中央，大家可以讨论一下。对，随便放。对，要怎么放？就洗洗交给命爷。这样就随机用，随便用。四海洗一下，自己都不知道吗？好，就随便来。对，这样我们也不会有心理不平衡。可以，我帮你洗好了。我压力大。好，那就把风中有别人说跟毒玉一起到头。五个小孩呢？啊，这个可能要进来一点，看到我们看一下，这样小孩。是不是都可以照得到照顾之下？对，我们就这样放着好了，可以吗？这样小孩好豪华的感觉。哦，好豪华！来，这个过来，小孩大联盟，婴儿证，好，婴儿证，好，这样子过来，对对对对对 ，OK。十五个小孩，好，每个都想掐死。那我稍微介绍一下一些功能牌哦。好，这个呢，功能牌主要有分成三种，一种是绿色的。好，绿色的基本上呢就是安抚用的，好，这安抚用的等一下会来讲。再来是红色的，就是陷害用的然后橘色呢就是中断它的，就是中断陷害，对，中断它的照顾，中断照顾，对，比如说他可能想哭，要换尿布，要喝奶奶，喝奶奶喝到一半的时候就拿出来把那奶奶抢走，把奶奶剪掉，就是类似像这样子。OK，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简单的红色的牌，它的其实牌的图示非常简单，好。这是一个奶嘴，然后呢，它上面有一个应该这样看吗？总觉得是反的，这样看，对，好，这样看，好，一个奶嘴的意思呢，它就是需要一个奶嘴来照顾。那这个红色的动作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把它奶嘴拔掉的意思。好坏哦。对，那所以呢，大家可以出这个陷害凯到别人的小朋友身上。好，这小朋友一旦奶嘴被拔掉之后，他就会呈现一个什么状态？痴呆。对，呈现一个很紧张的状态，爆哭。对，所以很紧张的时候呢，他就会开始焦虑。这张焦虑的牌在哪里？焦虑那个吗？找不到，等一下。哎，有人说这样好看，这样看不出来吗？应该是说镜头吧，因为现在是反过来，是不是？哦，没关系，等一下技术问题。对，等一下再来。黑龙真的很疼我哎，奇怪，刚才终于被套到不需要绿宝贝前面。哦天哪！对，好，来，我们回到这个，当红色的牌出来的时候呢？这个宝宝因为奶嘴被拔掉，他就怎样焦虑，他这个脸就会这样，好就焦虑了。所以呢，变宝妮了。所以那玩家呢，你们各位保姆们，下次再轮到你的时候呢，你就要在那一个回合赶快的拿出解救的道具。嗯。啊，解救很简单嘛，就是奶嘴。你只要能够把奶嘴打出来。哎，宝宝就没事了，安全没事，他就没事。但是你要是打不出来呢，他就会从焦虑变成怎么样？大哭。好，大哭，我们就会把那个焦虑牌翻过来。看到了，看到了，他就哭了，他就哭了。看到我来了，翻太快了。对，分太快。那这个的话呢，就会大哭。大哭的话呢，哎，你就再也救不了他了，他就一直哭到底了。他就哭到底。对，那游戏就进行到呢，只有其中一个人的所有的小孩通通哭爆了，哭爆了。然后我们就来看看剩下的两组呢，谁的分数最高，谁就赢了。OK， 好，那再来还有一种一些动态的状况，比如说呢，那个小朋友如果肚子饿的时候，发抖腰。肚子饿有两种喂法，好，红色的牌，好，这里。肚子饿有两种喂法，一种有一些状况，他会说可以用喂奶，另外一种是可以喂副食品，或者是用这个铃铛来照顾他，好，铃铃就不会饿了。对，用铃不会饿的话呢，但是会有一个状况，好，比如说呢，好，我用铃铃铃来拯救他这件事情，好，他就暂时情绪平复了一点。平复，那这个橘色代表是什么？你怎么看这张图？把铃铛。剪掉，剪掉，对，然后呢，你剪掉的瞬间，他又突然间就变焦虑了 ，OK， 他这一回合就从焦虑变大哭。对，哎，如果你没有办在轮到你的时候没有办法拯救他的话 ，OK， 好，再来的话呢，还有一个喝奶的状况，喝奶状况跟吃副食品就比较有趣。好，喝奶状况呢，那个奶瓶跟副食品呢，好，我们看先看一下这个奶瓶，奶瓶有两个的意思，代表这一个上面是满满的，一个是。只有半瓶，所以呢，一个回合过后呢，就是你要喂他奶，需要花两个回合的时间。所以第一个回合只会先盖掉一半。但是你还没有完全解决掉他的饥饿的数字，所以在喝到一半的时候，有可能怎么样呢？又有一些无聊的人士来把他奶瓶抢走啦，对之类的，直接让他奶瓶变空了。好，对，那他又继续焦虑了。好，那副食品呢？要吃三个回合，吃副食品比较慢。
嗯哦、所以呢，一样同样会一些无聊的人士会把他副食品直接挖空。OK， 好，总之呢，辛苦啊、红色呢就是陷害别人，然后呢，橘色就是中断他的需求，嗯，啊，绿色就是来拯救的牌。大家看这个牌面图示，大概都可以看得出来。如果等一下有问题的话呢，我们可以再来讨论哦。Okay. 老师，那我问一下，一个回合我可以出几张牌？好，一个回合呢，你可以出。任意张数的牌，真的对，但是哎，这个游戏是这样，轮到你的时候，我们每个人手上会有五张牌，可是呢，你不见得会有，会有那个拯救小孩的机会，对，就是你可以跟别人换牌，哎，好，可以交易，比如哎，跟我们不会跟其他队，跟其他队交易，同盟的概念，对，同盟，比如说我说我用两张的这个奶嘴牌。有可能看你好像奶嘴被封了嘛，对不对？我用两张奶嘴牌跟你换一个奶瓶，哇！所以你可能你没有奶瓶，跟奶瓶被封，我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做交易，交换交易，对对对，没有等价，你可以不等价，可以不等价，对，你就是你想要怎么样等价都可以。那补牌的话是补几张？补牌就 always 手上回充回到五张 ，OK， 了解。那我们现在先发五张给每位玩家，完了，没有人要跟我们这组换了，糟糕了。我真的是姐姐啊，跟你一对真的是不会会赢好不好？我还在说什么？好，来，这个游戏的回合是这样子，一开始轮到你的时候呢，先做交易，看有没有需要跟别人做交易牌的，你可以抓任意张数，一张或多张，都不限，那个不限定。哎，那明显三缺一哦。对，那老师，例如说我先好了，然后五张牌都出出去之后，对，出完之后马上就可以再抽牌吗？出完最结回合结束的时候就可以，就我们结束就可以抽了。对对对对对，好，补到满吗？手牌补到？补到五张，补到五张 ，OK。好，那第一个回合，轮到你第一件事交易。好，那我们因为现在刚开始，我大概也不想要跟大家交易，所以就没事。第二个，第二件事呢，可以出一张牌，红色或橘色的牌来陷害别人。嗯，出一张而已吗？对，只你只能害别人，只能害一张，但是救可以救很多张。OK， 好，比如说像我现在呢，这个是干扰。好，我们来玩这个。OK， 好，一开始呢，这个就是大便啦。哎，谁的小孩大便呢？好，那这个小孩大便。老师不好意思。老师，这是状态牌吗？对，红色就是状态牌，害别人的。这是害别人的，这个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副食品或者是奶瓶，或者是可以三个三选一解决。这个是可以三个选一个的，就是他必须三个选一个来解决。那如果箭头在左右边的话是？哦，有一张是这个，这张比较特殊，这种的。大家都知道，小孩哭最怎么样？最可怕的是会有什么连锁反应。也是。所以呢，你放这一张，比如说这个人在哭，他的左右两个小孩在下一个回合内必须要用这个来拯救他，万一没有，他们就连锁反应。哇，大家一起哭 ，OK 吧？好棒哦！对，王牌，王牌啊！王牌，好。所以呢，不用担心，我先出了一张事件卡 ，OK， 就他们的小孩呢，就会因为大便呢感觉到焦虑，然后就放上这个橘色牌。对，那感觉到焦虑之后呢，我这个回合就是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安抚的人啊，我没有，所以我就结束，然后手牌补到五张，就轮到下一位玩家。所以轮到你们先交易。对，老师，我觉得这个是用北 a 包装一个很凶残的游戏，真的超凶残的。有没你们有没有尿布？你们要不要换尿布？你们有没有尿布？尿布死吧！还有我，涂抹他自己，还有我。我们有尿布，但是我想给你，但是你们拿几张来跟我？哇！给他们死。什么意思？你不理啊？哎，没有没有，这个要有哭了才可以。要有哭才可以。这个是要连锁反应。对。还有一个我们死哎，真的很糟糕哎，我们同盟。三国敌兵的，好。所以呢，他现在反丢一个大便回来了。好，那你们有没有要让这个？把那个大便他不去厕所啊，这个坏掉了不要了。那他就哭了。好了。跟宝妮一样在门口说，对嘛？去去去。好，那回到杰伦队。对，因为那边最坏。你要先交易吗？好，来看一下。我觉得，我觉得我们要输了。没道理啊！什么情况啊？我的刀呢？你拿吧，你拿吧，你拿吧，我受不了。给你决定，我觉得我们要被杀烂了。那个老师，我们跟你们换，我两张跟你们换两张，好不好？随意的换吗？想要绿色的。绿色的我们这里有啊，我们这里有。
我直接给你们看，我们给你们。可以吗？可以不看，然后也可以骗人，这个是允许的。哇！在这个游戏里面是可以允许骗人的。老师，对，宝妮，我们试出最大的诚意，要一起打爆那个。我靠！哇！他真的很坏，我们只是要三张。那你有没有尿布？当然有，你看我们试出了多棒的战绩。真的，你给我们要三张换，我们还没有把大便给你耶，是不是？可是我没有全部的绿色。没关系，那给我们。好，那二换二。好，好好好。谢谢老师。你看，跟我愉快的交易。交易，交易，交易，交易。我好打爆。不甘心啊！老师，我们现在转行，不要当保姆，去旁边卖鸡排可以吗？我们可以离职吗？多么愉悦的交易，然后接着再大一只嘛！哇，多么愉悦的大便哦！大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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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然后我还能说什么？直接补一张。好，轮到我们了，所以呢，我们要不要跟人家交易？哎，老师，我们只有五张啊。一二三四，你还在扛啊？你还在扛啊？很扛！你还在跑趴吗？老师，你跟我跑趴吗？老师，你要把手牌拿过来，你拿手牌。我们要交易，不用嘛，我们不用交易，我们就是拯救。交易一下，我们先害别人来。拯救我们一下，交易一下啦。拯救，交易一下啦。那是继续还是怎么样？房你不要让我们的应该只有这个可以大给他，这两个都可以用。大给他死，看你是要大给他死啦，大给他还是大给他死？我就先这个撕毁盟约吗？大给他，我就先这个。哎哎，宝妮你要想哦，对，他们那边都没有哦。对啊，对，没有游戏，只要其中一方五个都哭就好。哎，这样我们这回是赢的套还是输的套？对啊，啊，今天讲好是不是？对，先讲好，输的赢的是不是？赢的套对不对？但是输的累积，但是赢的嘛，输的累积啊，累积啊，累积啊，输的累积啊。那你等一下又输，你就要再输完喝苦茶，死这个爸。没有，宝妮要想哦，因为这个积分只有最输的会积分，所以我们四个都安全。真的假的啦？我刚刚已经被套一次了吗？没有没有，所以你知道那个。我们可能加总，宝妮，上回我有帮你，上回我有帮你，宝妮，我们是不是要一起套啊？宝妮已经自暴自弃了。所以，宝妮决定啊，宝妮你不要害我，我们一起攻阿尼。我们还没有看过阿尼被套，我不敢看。我们要让这游戏变得更有趣，这样。发生什么事？噔噔，又大便了！哇，这是怎么回事？大家就一直大便。撕毁盟约，都有一坨屎。谢谢。好，来，我们还要安抚自己的小孩。没有，我的人缘还是可以的，就是独一。这个绿色的这个尿布就把它解掉了。哎，刚刚的焦虑的，然后就把它移除啦。老师啊，对，我们还有两款游戏要玩。老师，你不要忘记啊。好，这个就解掉了啊。我跟你讲。五到五站，你们不是他们，好忍不忍，然后最可怕的、啊，不想干，换他们，换他们，这一张现在可以用吗？还他还没哭，所以不能用，你可以放在这，哦，你可以放在这，喂喂喂，那我知道了，这个吧，对，就这个吧，去，老尼啊，等一下，先想一下，哪一个？你不觉得那个很看起来很像四分的吗？你们那个有没有？可是，那宝宝看起来就一脸不讲，我有想过一件事情，就是谁都能惹，不能惹阿尼。我在想现在拉拢他还来不来？可是，绿狗，你想想，我在这里，我跟你同组就是一个很衰的事情，不要再讲了。你觉得拉拢阿尼有效吗？不如我们跟老师同盟，是不是？对。我跟你讲，不能相信老师，就不用说保佑了。等一下，没有被人背叛，然后等一下背叛你们。等一下，你懂我意思吗？我跟你讲，我跟你讲，他们俩目的是什么？我们四个都下水，这样他们两个。你懂我意思吗？有道理，有道理。那懂吗？你忘记这几个礼拜最雷是谁吗？哦，了解。Together， 有杀他们。焦虑，焦虑，焦虑。哎，你不用拯救你的小孩吗？啊，大便就是死了，死了，没有。这样超级不负责任的保姆，那大便不知道又没人，又死了一个。我们都没尿布嘛。老师，我以后直接领养，等他十岁，我再领养小孩。好，来，换你们。我的小孩要训练他不会大便。我们试出我们的善意。哎，要不要交易一下？我们是做什么？我害怕脏话。可是我知道你们要尿布，可是我们就是没尿布，就是没尿布，他哭了。这个，干爆这一组了。你们有没有尿布？我们没有尿布，但是我们可以帮你干爆这一组。来，好邪恶！有尿布的不交出尿布，接下来就用恐怖的
毁灭行动。没有尿布，没有尿布，要不然我们剩两只了。没有尿布啊，他们真的没尿布。真的有没有尿布？我们没有尿布。我们没有，但是你要跟我们换两只给我。所以你要挑两组就对了。好。啊，都没有尿布啊，没尿布啊，我们都不让你生气耶，尿布没有尿布啊，哭了吗？要哭了吗？我都哭两只，哭两只了，阿姨超爆，他的小孩要哭了，再让他哭一次，再让他哭，再让他哭，每个都跟我说绿狗保重，真的很不看好你。绿狗剩下三个小孩，不会啦，我可以啦，可以啦，不要紧张好不好？好不好？给你们两个机会啊！好戏啊！那一张要放就放这，要么就放这。啊，哪一张？那一张摇铃、喇叭、好戏、喇叭嘴、好戏、好戏、好戏啦 ！Nice 啊！被针对，被针对，被针对，好无辜啊！因为你刚没有组织老师，因为老师刚背叛他。先交易，先交易，好，宝妮，我要跟你交易啦！宝妮，赶紧跟大家搜索一下。换这个奶瓶或者是奶瓶回来，快出牌了！我跟你讲，你们两个没朋友了，没朋友。我跟你讲，你们两个一个选择，喇叭嘴放这边，要么这边。老师，我现在还一盒可以出几张啊？如果是限海买的话，限海买一盒只能出一张，没有听不懂。所以没有人跟我们交易的意思，有没有问看看他们？哈？啊？不跟我了？什么事啊？啊？我一块钱。老师已经把手牌又还给他了。没有得交易，所以呢，大家一起哭。接下来就是要进入派别人的阶段，是不是？哭啊！男人哭吗？哭吗？不是拖一下水啊！对啊，一定要拖啊！干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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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虑吧，焦虑。他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不高兴。上回合。然后我们的两个小孩就。老师真的学得好哎！来来，因为每天都要听这个声音。不会是有小孩的男人，不会是有小孩的男人。回信，给他死了！什么？来啦！哇！所以这边焦虑了。哦，来他已经那个啦，没有啥对。然后哎，老师这个是救那个的对不对？要副食品可以。然后他三回合，但他三个回合，所以你第一个回合拿出来的时候，他就会先盖掉。盖到一个 ，OK。你觉得这样要不要交易给他们？他们这样等下可以把中间人干爆。可是，哎，你刚才，可是我怕哦，要先交易嘛，那就不行了。先交易啊，好吧 ，OK， 就抽吧。好 ，OK。好，那我们。快呐，恐龙 game， 好危险呢。没有，我觉得我们这款游戏玩完，等一下下一回我们就把它录了。就把它给弄掉。哎，不要一直追我、啊，你是这个的意思吗？没有这个啊，来啦！哎，我们的，我们已经很多小孩在哭了，现在很紧张，现场情况很紧张的。我跟你讲，老师，我这个人最讨厌讲什么背信忘义，好吗？我试出这么大的诚意，结果呢，换来我一个好悲情的面哭。我跟你讲，他是以后就是小孩在学校被欺负，拿刀冲去学校，老师又出来，谁刀尖小孩？不是啊，那一头大便还是我们给的。我跟你讲，没有包庇我之前，我跟你讲，没有什么大便回到自己身上的道理。我跟你讲，丢出去的屎不能回到自己身上，早上尿布就自己留着。我跟你讲，我之前讲一句名言啊，谁霸凌我的小孩，我就霸凌他父母。表示好家在，好啊！好，换我们，换我们，换我们。回信，五点才睡的，最狂的。我眼睛都血湿了。其实五点才睡。我们先看有没有，现在是没有人跟我们交易的意思吗？哈？我听不懂中文，游戏怎么玩？没有人跟我们交易。等一下，等一下，他们这组死光了没有？反正上死光前，我会保你，我会保你。哇！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我们试出最大的诚意，看你要不要背信忘义，半就太只有只有手来给我，我怕你说，我怕说明做你做出不该做，还是比谁比较快而已嘛。但我们会比较惨一点。然后你背信忘义。好，来，来你
这个呢代表副食品被吃光光了。不、哦，吃光你的副食品。卡好啊，哭吧。那这样我下回就哭了，对不对？对，我们下回就哭了。哭吧，哭吧，不是罪。好，那我们没有得拯救你的小孩，他们就哭了。拯救一个。好像游戏要结束了哈，是不是差不多了？没有得救，你们注意哦，这样你们不会赢哦。但是我们不会输啊，不会赢哦。但是我们不会输啊，志在参加，不在得奖。我们是想杀光你全家，我们是上礼拜的保龄第二名就好了。分数加起来，老师加起来，各位观众，老师你要讲，这边有一个人会杀光全家的。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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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你说你滚蛋就对了，老二哲学没有错，没错，老二哲学。老师，抽一张，抽一张。来，我们试出最大的善意，你们那里有没有得救？没有得救，没有得救，没得救嘛，是不是？我们这边这样，你们就让他赢嘞，你们这样让他赢，哎，可以这样子吗？帮你啊！啊，不能帮，不能帮人，只能害人。可以交换，你可以跟我换交换，可是我下回来不及了，可是我下回还是会哭啊。来，就补蒙带奶，把那个东西。那我们交易啊，我们交易这张给你啊。可是我们他还是会哭死啊。没有没有，刚刚你们没有救自己的嘛？对。刚刚已经对了，所以刚刚他就哭了。他已经哭了，他已经在哭了，他已经在哭了。可是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啊，因为这一回合老师没有救到，那就他就死了，就死了。所以你等一下要跟我们换这个。没有啊，哎，不然的话你们就输了，你们就没有赢哎。可是我们没有输啊，这样没有赢，老二哲学啊，老二哲学，老师你们零分哎。我分数应该还蛮多的哦，那几个都是我唱哭的。宝妮哭哭，宝妮不说。老师他已经遭焦虑，我们还可以再压金。哇，应该是再压吗？加压，拜托不要加压吧。每个婴儿只有一个红色牌啦，所以他没有，但他不是在他上方。好，那我就再加一个吗？来，再加一个，最后一次。好棒啊！可怜的孩子，可怜孩子哭吧，真的先收工资，真的。你们还需要点什么吗？读一读跟老师一组，好开心啊！我跟你讲，我比较会思考，有没有？先抱阿尼大腿就对了。好险！跟读一组，来来来来来来来，我们有五张牌，跟大家换一个奶嘴。拜托各位了，你终于敢了！哇，怎么办呢？奶嘴哦，我有奶嘴，奶嘴，奶嘴，好，来三张牌，奶嘴，对，没有，拜托，拜托，阿尼，阿尼，阿尼，这游戏有手牌吗？哎，而且还有下一款游戏，对，我们还有下一款，时间也差不多了，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可以跟老师换啊。五张跟我们换奶嘴，他这张没有了，可他这张还在啊。对，所以我要两个，不是我要奶。你懂我意思了，不管怎样他一定会死。我要音乐铃跟奶嘴啊。好，反正都没得，就给他死一死。死一死。哎，我要这个时候帮他换一个尿布。乱加，快乱加，没错。乱加。转过来，给他死。给他死啊！你现在奶嘴被拔掉，然后什么肚子饿吗？我帮你换尿布，还哭，痛死我！好，那我们来结算一下成绩。OK， 老师结算前有个问题，这个有一张牌，它是宝宝。好。好，这个忘了抽出来了。这个是一个大概，我们这个可以自定义这张牌。自定义，对，我们其实可以把它当万能牌用啊。对，或者是你可以自定义是任何一个状况。他只要拿到 Teddy Bear， 他就觉得很开心，然后就什么都无所谓了。大兵就消失了。那老师对他这个哭的状态也可以马上。哦，不能不能，已经哭了就是任何的绿色解救的状态，哭了就来不及了，对，你就已经无法。终止他。哦，了解，所以这一局就是宝宁跟老师输了。耶！ Yeah! 但是我们还是要看一下大家的分数嘛，对不对？来呀，看分数。哎呦，哇！我刚刚翻到了。最低的两个。哎，没有啊，有人不能翻呢。哎，有人没有分数哎。对，要把他弄倒，对不对？他把我们弄倒，我们就输了。一的话，这样他们就也是零分。对啊，也是零分，没错。没有啊，我们有一分，我们有一分啊。加油！你们也没有
要分数啊。对啊。老倪老师，我跟你们讲，夜路走多会走到，夜路走多会走到阿里，要小心啊。我跟朵云一组也没有输哎，是不是？我就说会赢嘛，反正就不是你的功劳。我跟你们讲，选边站这个，我带你选边站。等一下我们之后就跟阿米同一国。等一下我要说不虚一点。好，卡蹦卡蹦没有。卡蹦没有。卡蹦没办法了。对，就没有，大家靠自己好不好 ？OK， 那我们准备下一款游戏了。下一款，哎，这个要不要分？哎，它只有两种，一种就是背面是蓝色，就把它叠。一种是分数牌嘛，一种就是宝宝哭泣。宝宝哭，但宝宝不说。对。我会套字话怎么说？宝宝哭泣，但宝宝。哎，结果还是老师跟宝妮要套哎。哎，目前暂时领先。可是我要套你头上。目前暂时领先。哎，重点是宝妮有时候在玩什么东西，老师自己决定。没有，而且老师应该是拿手牌，老师决定好之后，发现状况不对，把手牌交给宝妮。后来都是宝妮在拿手牌，你有没有发现？制造不在场证明。哎，老师后面很崩溃。真的，我真的命大，真的。开玩笑，吓死我了。吓死宝宝了！好，来那个换游戏喽，卡布，一键我猜，卡布，好卡布，卡布的话呢，它一样箱子转一圈，好大，后面都是英文，都是英文，哦，它没有办，后面都是英文，对，好，然后一样给大家参考一下哈，6到99岁，你过100岁也是可以玩啦，啊，对，100岁荣誉会员嘛，一样可以玩，好，然后二到拍得动就可以玩。然后2到5个人30分钟，6岁就可以玩。宝妮可以玩。6岁大概大班。但是宝宝不是宝妮。宝宝不能玩哦。不能玩哎。宝妮6岁哦。好。宝妮不能玩。可以，我刚才这样。我刚刚说可以玩，你都不能玩。好。然后10岁啊。哎，然后这个的话，哎，其实。好大张啊！都看不懂，都他的英文。他应该有中文说明。我看一下我们中文。没有，应该可以。全力拿去了。都，这边没有。对，这边里面应该有。对，这边。没关系，我们请老师讲解一下。对，哎，老师万多国万用功夫啊。万能的老师。对。然后这里面一个袋袋，2个袋袋，3个袋袋。4个袋袋。他这么大箱子，上下是有。4个袋袋，然后有一些牌，他的牌没有。厚纸板，你刚刚在闻它吗？你刚刚是闻它吗？刚刚闻它味道，它是快木的吗？好重，好重，好那个，然后其他就是这种小方块。对，我们要把它拼起来。嗯，还是拼起来啊。然后这个是小积木。小积木，小鸡，最喜欢玩积木了。小鸡，昨天游戏有小鸡。小鸡，别说了，昨天。小积木，小积木，好多。小积木，好，嗯。哎，又有沙漏哎。哎，计时的游戏啦，限时游戏。来沙漏一样。要开始刺激了。不知几分？30秒。30秒而已哦。30秒沙漏。是哦。然后还有大积木。有小积，有大。那通常不是1分钟有沙漏？哎，大积木很妙哦，它是有角色的哦。对。Eric。站不住。要跷跷板，站不起来的 Eric。然后这是什么？不认识他，不认识，是要把大家弹出去。他一个星星。哎，他们是不是也会唱苏伟啊？苏伟，苏伟，苏伟，苏伟在哪里？知道，苏伟。这是硬要 Q 我。苏伟在哪里？这样啊，苏伟，好像是要弹在哪里？好，我来弹。我不知道弹，我不知道是不是弹这个哎，应该看起来是哦，是的，真的吗？大石头，一个工程车的概念。然后它这个上面还有一个很可爱的小表，嗯哼，很可爱的小表，好不好？对，然后这不知道几颗，好不好？没关系，这不是重点是总共这些东西，对，总共这些都是东西啦，对吧？东西其实我觉得不算多，但是期待程度大概中间吧，中等，中等，如果说不带箱子的话，不带箱子吗？箱子真的是有点短张啊，对，箱子真的蛮大的，老师，这两个空空的在放。装饰防撞，哦 ，OK， 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的
卡布，卡布，开枪。那到底来，就是那我来念好了，我来，我都是我来，你先跟我讲阿龙，我给你念。好，我要学 Jerry。啊，如果只是一个骗多生的游戏，盖盖高塔具有挑战性，但是加上数个破获者，他写破获者，破坏者。应该是错字吧，写三次。你说这游戏有多混乱？不论你怎么组装积木，一旁都有破坏巨炮伺机攻击。不止你想躲过巨石，他们也想扎中你的高塔。哦，所以一人一个高塔。嗯，我扎中你的高塔。高塔塔。你刚。你真的是四千的。瞬间不在哦，奇怪呢。好，那老师，我们这个该怎么玩呢？好，这个游戏呢叫做你建我拆，意思就是呢要有一个人来当建筑师，剩下的人呢专门搞破坏。好，首先我们先把这个图板呢就随机的放在场中央。随机放吗？随机放，随机的。那通常我们会把这个大块16分的放在正中央。正中间。好，那游戏的原本设定呢是满16分的人就成为最后的赢家哦。OK， 那这个游戏是其中有一个人呢，他要来当建筑师，那他可以用这些建材，好，在30秒的时间内，你可以选任意的一块地，然后呢组成它的形状。好，比如说你有本事能够在这一回合内把这16的全部点起来，还算你厉害，你就赢了。OK， 那在这30秒的期间呢，其他的每位玩家呢都可以用这个苏伟呢，他已经是命名叫苏伟了，已经命名叫苏伟了。好，苏伟，因为他打成这样。然后呢，攻击的话呢，就是他其实就是一个，刚才大家有讲愤怒鸟。好，弹射，看来是没有什么破坏力，打那个狗了，哦，像这样攻击 ，OK， 好，那每个人会有2颗，好，每个两颗骰子 ，Jerry， 两颗，为什么要笑？聪明的朋友们一定会发现这一颗比较大颗，对，所以呢，大家会轮流让其中一个人拿到比较大颗，哦 ，OK， 那刚刚大家一定有看到嘛，这个笑脸，有一个笑脸，笑脸是干嘛呢？就是很好笑的意思。那如果在场上呢，大家在随意的翻开，就是丢这个炸弹的桶，但是你丢完，你不能再捡回来再丢。嗯。好，丢的时候只要有两面是朝上的，的那一个人造成这件事情的人，就可以敲桌子一下。哦。但是一压力只会有一次，就是30秒内只会发生一次这件事情。或者是呢？当有大颗的这个朝上，这个一颗抵两颗，只要它朝上，造成这件事情的人就敲一下，敲一下，只要朝上就可以敲一下。对，那你在30秒内能够完成几个得几分，就是你的本事啦。这样子大家都会玩的吗？所以我们今天直接把桌子敲坏，你就赢了啊！原来是为这个，就准备要赔桌子。好，那因为这个游戏，我好想要大颗的。好，那可以大家轮流，大家轮流，你是小朋友。那我们等一下就可以让那个，比如说建筑玩的下一个人，他就可以拿大颗。OK， 好，那因为这个只能2到5个人玩，所以就是各位表现的机会啦。就是我不加入，对，你不加入，这样我可以少一次被套的耳机。那样直接加一啊，你就是直接扣一分，直接扣一。可是老师跟宝仪的积分现在是最高的哦。对，所以要让其他人来追上，给大家一点机会。那还是你来玩吧。没有，说我好想泡。你忘记前几个礼拜最会摔桌游是谁了？是宝妮，他这一场会很厉害，他都会不小心把牌丢出去。今天这一场他就来告诉大家怎么来破坏人家的塔。好，那我们现在谁要先当第一棒来盖建筑物？宝妮，让他来做中间。宝妮，宝妮，宝妮，宝妮。好，所以你众矢之的的话，大家其他人就各领一个。我要绿色的，我要绿色的，还有绿色的。那第一个拿大炸弹的人是谁啊？好笑。那就尽量你自告奋勇。哎，少一场你没有，你没有，听说你没有，真的。对，一人两颗。哎，每个人确定自己都是两颗。嗯，两颗。OK，OK， 你就是随意你选，然后按照他要的方式放出来。是盖完的瞬间就结束了吗？他在盖的时候，30秒内不会成功的。30秒内成功的都算。那如果他盖完了之后，你把他打倒那就可以啊。盖完再有，盖完再丢。反正就在时间到，
的时候，然后他能够有完成几栋就是几栋。对，所以我是随意盖随便样子。所以你想，不是你要照这个上面盖，你要得七分的，你要到七分的，五分的就按到五分的，十六分你可以一次抢十六分。对。哦。老师，我问一下，是他盖好我们的攻击，他在盖的时候就可以攻击？不用，他盖的30秒内，大家可以随意用掉自己的两颗。只有两颗，我要什么时候用都可以。你也可以等他全部盖好再一次砸。等他全部盖好。大家准备好了吗？那他先改吧。宝，你准备好了吗？好了吗？你想好了吗？你想好了吗？而且他刚才不知道走这上面的盖。哎，对。他刚才说我要盖什么形状都可以耶。好了，那我们准备计时开始。是我只能选一栋盖吗？没有，你在时间内想要盖几栋，你想盖几栋就盖几栋。就得几分？你要照着上面盖，你盖的是不是不一样啊？等等等等，没有一样。不好意思。等一下。一样啊。时间掉一半哦。我觉得我们不用谈，他自己都盖不起来。哎呀，可惜了。那个有正面向上吗？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好，宝尼，等他盖好再炸。时间快到了。但是时间到，大家都要一起停，然后就不能再丢了。是，哎，我甩了，停，然后停。太保守了，没有。怎么这样？太可惜了。恭喜你获得七分。好。请把七分拿回去啦！哇，这样那你就不见了。对，大家都没有砸他，他都很保守，想要最后一秒。想说等高一点再砸。好，来下一位，那换毒玉了。毒玉，好好。好，接着宝妮就宝妮获得大颗。小健健好坏哦。对，然后大家再回拿两颗骰子。我觉得没那么好打掉。没有那么好打掉，比我想象中的难瞄准。哎，就不用。哦，你的，sorry。老师，那如果翻到正面，就是他在正面一瞬间，我就马上敲桌子，对不对？有吗？我一颗大颗。老师，如果在正面的话，是只有在正面人才能敲桌子，还是全部人看到都可以敲？只有一个人呢，就是地，就是造成他上面两颗的那个人。我懂。所以这个要扫。对。好，你随时准备好，你就翻这个。沙漏开始，还是要开始啊？等毒玉就一堆人砸了，哎，现在就是毒玉了。不会闪到有啊？哇，他已经得到三分了，哇，不得了哎！拍，可以拍，不得了，可以拍桌子，不得了，谁可以拍桌子？有笑脸可以拍桌子，谁？阿尼的，阿尼的。啊！哎！我还可以。哇！好耶！慢慢来，大家都没炸弹的，慢慢来。想得几分就得几分。停！我八分嘞，先看一下他排的对不对哈？对吧？红色的橘色，哇，这是五分，这里是三分，恭喜！哇，好可惜哦，蛮难的，其实不好想一拳把那个。老师，我们等下可以不要用那个跳板直接这样砸吗？不行，到毒玉了。我就跟你说啦，毒玉天才好不好？毒油之神，滚啊！拜托，像我啊，去旁边。对，刚刚是谁在被动？然后他们变站台的，你的。而且给你还开始不要哦。是我们跟他把牌子抢过来，他在听话的。刚刚是谁啊？谁啊？好，现在轮到绿狗来选择。预备，开始。甩到，赶快啊！我想要专心的甩，甩到那个大颗是大颗的是他的，我的是你换两颗小的啊，拜托！我想拍手，哎，我的哦，分掉了，快点快点，为什么？老师，没错，好难控，好难哦，好爆哎，好了算了，吓不跳，你打太小力了，哦，我能救他吗？可以，时间内暂停。好，得三分，也不错，也不错，可以救他。那我知道怎么玩了哈，就是30秒内想要怎么做都可以。我知道怎么玩了 ，OK。不错，第一个。刚刚是谁砸乱的？谢谢。好，这个桌子真的很硬。很硬，这桌子很硬。手很痛。我要怎么干？绝旅换你嘛，对不对？我要在哪盖？大两条看你啊，看你要在哪里。你要特别挑一色给我，我瞄准。来，你这样子我怎么发射？好，确定自己都有两颗炸弹的啊。好，来这边。三二一 ，Go！ 给你，快给你。你走屁啦！他有一个范围要。防御。可以这样。可以，不要看准，可以看到吗？Nice bouncer！ 哎，这个手不能防御，手不能防御，不小心有两个防御。对 ，Nice， 白塞进了 ，Nice！ 好，时间还有五、四、三、
走了。小天，天不亮。哎，他把哎，他自己把它弄倒了。什么？你自己把它弄倒了。好，来三分跟四分，哎，这个要算他吗？好，谢谢。送他，送他，送他了。反正最后一个超失望。七分了，七分了，七分了。来，这一个拿大颗。好，那大家拿两颗。拿两颗，拿两颗啊！这个只要甩到拍手就可以了。这是一个，哎，你看他们挡太犯规，不能挡啊！手拍手，你这个甜不辣，不是不是甩，是丢出去的时候，他们就是正面向上，啊，只要加总是两颗就可以，对，你不用甩。这个只要一个，这个只要一个就可以。好，来，哎，我老师，我问一下，就是我弹这个骰子出去是两个都要我自己的两个，不用，总共场面上加总两颗就可以。哦，原来如此，原来如此，懂了，懂了，懂了。好，来，一二三 ，Go。有人敢弹阿米吗？敢吗？有人敢吗？好，我们剩一款游戏，我们剩阿瓦隆了吗？阿瓦隆应该是不分敌我。哎，你们你摆错了，怎么样呢？你摆错了。哎呀，摆错，你摆错了，他错了。哇！他是那个绿色。哎呀！哎，我超好心，我还提醒你。对啊，你就等他结束的时候。我就把帮你打掉，让重盖。我一发到绿色的嘞，在那边啊。你很强哦。啊！没有拿掉，这完全没有用啊！这个桌子太稳了，太稳了，太稳了！告诉大家，麦芽贝桌子真的很稳。来，恭喜！那下一位拿大大颗骰吧，其他人拿两颗。那这个游戏什么时候会结束啊？16分，16分。所以有可能在中间那个，我对啊，你当然有本事，当然是没有那个本事啊。怎么了？这边有骰子。你不用啊，你不要盖啊，或你盖啊，盖啊，你要盖啊，这边还有一个骰子，谁没有？不想要砸我的那个建筑，不想要砸，我要砸老师。好了吗？嗯哼，好，一二三 ，Go。超强！哎，他不给做那，城墙。哦，城墙，城墙，城墙，不要再城墙了。我觉得我选错了，我也觉得你选错了，这个很难盖，超难，超难，这个超级难盖，你们现在放弃还来得及？大家都在蓄势待发，掉嘞，好，时间快，正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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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对啊，他画的本来就有一点那个，他本来就没有卡进去啊。他画的浮起来的，所以就难的地方是这样。难怪上面说你不能玩。对啊，你要什么一个图示，保你不能玩。好，来大家拿两颗骰，换毒玉喽。你要把骰换毒玉喽。对啊，是可以的。可恶呢，好，看你的。来啦。来啊！我在等你这个。来了，来了，来了！哇，你们好兴奋啊！我好兴奋啊！我好兴奋啊！兴奋，我好兴奋啊！来啊！五、四、三、二、一 ，Go！ 你确定？你确定？好近哦！你确定？那跳台。多少啊？乱排啊！神准，神准！哎，你还把他推倒？哦，不小心的，不小心的，避套了，避套了！得得得得得得得！哦，这边，这边，这边！哦！哇，很准哎，今天很准哎，这没了，停！时间到，时间到，时间到！那个我上，那个没发就没了，好，太好了。来，恭喜辉哥大宅！哎，大家第二轮都得不到分数了，大家开始比较会攻击了。你们很会射哦，不错，很会弹吧？真的是。为什么大家分不清楚颜色？30秒，大家都色盲。好，瑞平说直接挑战16分呢？真的假的？不要啦！来啦，来啦！来了，哎呀，还有一颗，有人有一颗小鱼。你刚刚有三分吗？哦，第三，好，只要13分你就赢了。我刚超越，没关系啊，我这很近啊，可以啦，可以啦。有道理，我靠，你这个直接在门口。啊，你的手啊，盖完了可以离开了，对吧？对吧？对吧？好了，可以，差不多完成了啦，好不好？超凶的，
好，我要拍桌子，我这次一定要成功。好，还有我的绿狗策略就是你们来砸，没关系，你们总有弹药用完的一天。哇！好，三。不是啊，你的车要开到这里，爆金的，你的手快点盖一盖，可以走了啦，好不好？全部烂了你。对啦，你直接放弃好了啦。不是啊，这怎么那么高啊？拿那个，哎呦，碎哦，碎哦，哦，大家都浪费。啊！带个，快点，带个，是他，带个，还没好，嗯，快，还有机会。我没有子弹，宝妮胜利了，宝妮接到，一，七分，欢迎，滚在这边，有啊，那几分，那几分，7+74，那等下再得两分，他听牌了，你先把积木整理，好来，大哥的，请给他，大哥的，然后我看一下有哪些可以弄。哎，谁没有骰子？我，你为什么不讲？我刚刚把车开在里面，我开出来，这好难玩，然后开进去又不发射，只想开而已。好了，你不要浪费哦。还有什么少？哦，这边好。一、二、三，骰子份就在这边。哎，中了吗？开始 ，Go！好啦，你也差不多了，好不好？我先。你要先是不是？好，我没有一定要用那一个。很聪明，他很聪明。哇，哎，为什么他的笑脸就是他先故意弄三个？很聪明，就是来在骗人。反正那个就是本事本来就没有。哎呀，加油啊！先消耗你们的炸弹。哇，这个笑脸，笑脸可以拍桌子，两个才可以。哇，6分，厉害，6+4，十分了。好惊险哦！自己吓死了，没有？在拍的时候超紧张，真的爆凶哎！我好想拍桌子，那个我都拍不到骰子，可是拍桌子超没用的。我有大颗的，我只是想拍桌子。你桌子拍的时候很痛哎！大家用那种铁的那种桌子吗？砰砰！好像真的对对啊！这个桌子太稳了。实木的。哎，好，那我拿这个。好，来，现在是宝妮。宝妮。1、2、3 ，Go！ 哇，什么的？推超远了。好，这个就给你们了。哎，为什么积木是有少的？没有，没有少。你也找不到颜色吗？颜色吗？那谁先？哦，对哦，打他的手。把你走了，拍。掉了！哇！我一面激动。好，五。4、3。手走开！有吗？有啊，这是正确吗？先看一下正不正确，不要被他骗。哦，正确的，6分，哇，13分了，哇，有一点点厉害，蛮猛的。因为这是合我的游戏啊。对啊，适合砸东西的游戏啊。有一颗是不是掉了？哎，掉了。哎，这边，掉到老师那边了。哎，真的。好，谁的？我的。好，来，大颗，帮你拿大颗的，来，拿两颗角的，来。好了吗？要帮你转吗？哎，独玉目前几分？8分。好，那有机会，8分就扣 gain 了。来转。好 ，Go。哎，就跟人家演死，你演死，哎，然后发呆。第一轮一样。哦，你这个稳的8分，哪有那么稳的？一个白错呢？你要拿一个5，一个3。浪费！在找借口。你是不是把我笑太高了？啊，太过。找借口。5分，3分。为什么？玩的不错，冒险者。不错，自己打的不错。自己打，我没有乱用刀。啊，我没有乱用刀。好。绿狗是7分吗？对，
糟糕啦，拼三个三就好了，帮你来一个，还没有三个三，来一个，谢谢，好，可以，来来，预备 ，Go！ 你这样子真的是佛心来的，他就是故意没拼完，他。我真的觉得好恐怖哦！还有材料不够的问题啊，因为你游戏真的它材料有限制，对啊，就每个都有限制，对，所以要选。我摆错了，难怪。选对，我想说拿掉。摆错，你要到了。得得得得得，好想拍桌子啊！得是停。欸、你们怎么越砸越准啊？我分两个，每个都被你们踢倒了。换下围巾啊！哎，你们真的是越砸越准哎！好游戏，好游戏。来，下一位。来，我觉得 Jerry 就要赢了。想要，想要，我快要受不了。加你十分哦。不能给他赢。我十六了。啊，不然我十四了。哎，他只要三分就赢了，任意三分就赢。来吧，三分在这边啊！来了，来了。对，等一下。你可以，我现在准备好了吗？好，直接开始哦，一二三，开始！炸他，炸他，炸！小弟哦，哇，你那个交给你了，交给你了，相当准，大家看好，讲好再发，哎，你们要快哦，时间快到了哦。好，来，你们轮流喽，十秒喽，十秒喽。对，不断的打，打，停。哎，没有，没有。耶，弄的哦，耶，没关系，他是好难玩。大哥在哪？在这边。好，没关系。可乐完了。好，所以现在宝妮只要六分就结束了。六分很多哎，我要六分啊。对，六分，现在十分。老师，是阿妮，老师是阿妮。我想说，现在没有人拿到分数了。六分是怎么样？因为我说宝妮在说，哦，我要六分。没有。六分，六分是什么概念？好，六分是一个这个。两个三呢？或者两个三，或者个。可以啊，两个三可以的样子。好啊。看建材够不够。好，预备 ，Go。好啊，你要是这个，来呀、啊，来，哎，刚刚我试过这招，其实不一定有用，大家投太准了。哦，你真的是会玩暴力的游戏耶！六，黄衣怎么猛？放在空中，摆正我自己手挡住。哦，哇，你这个超猛！好，来倒数。嗯，我那一只嘞，停！没有，在这边没有，在这边。我又发现你一直心乱了，就没有看到，就掉在旁边。那颜色我都没有看到。大家越投越准哦，还有时间吗？直接是吗？大家有这种优势吗？起码是亏点嘛。好，其实时间差不多了。差不多，我们差不多了，直接结算，直接结算了，直接结算吗？那我好像输了。刚刚是从宝妮先开始的嘛，所以这样公平，然后我们算一下分数喽。对，对啊，因为大家都玩过的次数一样的。是，我是十分，七分，八，十三，是十三，八，七，哦，你输了，对不？哎，我真的要跟赌玉一起套头了。赢了，耶！哎，你们这。我跟他真的砸很准，他每次都是破坏，盖最高，我说啪，真的，这很厉害，真的太厉害。对，这是好玩的，我讲，宝妮对于什么游戏非常擅长，要么撞车，要么就要破坏那种游戏，对，破坏非常擅长，好不好？适合我的年龄。结果我都没拍到桌子，哎，没有，你看我是拍不动啊，那拍不动，这个没有用。那边是高手，对，因为这个太适合桌子太好了，对啊，非常坚硬，超坚固，完全拍不动。你知道我刚刚两下就啪下去，就觉得。手很痛，没有别的，想哭有没有？忍住。我强烈建议大家选一个超级烂的桌子来玩这款游戏。真的，这个当桌子垮。桌子不要买太贵，好不好？很薄的木头。对对，好不好？好，那我们这一趴今天差不多。好，接下来第三趴要玩很可怕的阿瓦隆。来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耶。Thank you.